有没有上？我是熊猫龙，哈哈喽。那么欢迎回来到我们的这个炒席香奶四五期的第三集啦，没有错。各位观众，你们知道翘士该怎么拿，去哪里找吗？今天我们这集呢要来去找翘士哦。不过呢，我们并不是要用那种一般的方法去寻找翘士。这个根据我们伺服器的知情人士爆料啊，我们阴神呢他有一个翘士，但是因为他只有一个，所以他格外的小心，他把他的翘士藏在他家里面哦。对，没错，他把他藏在他家，那他没有带在身上啊。龙现在没有翘士，又需要去找翘士，所以各位你们懂的吧。我们今天这集呢就是要来去偷阴神的翘士，然后拿他的翘士来去找翘士。那一定会有人问说，那龙，如果你找不到怎么办？找不到的话，那阴神的翘士我们就把它偷偷的偷走，反正也不会有人知道是我们拿走它的翘士的，对吧？好，那我们马上就准备前往这个阴神他家吧。对，各位，这是我们上集盖的村民繁殖机嘛，然后产量的部分，很多呢。来，我们先回家一趟。拿点垫脚方块，因为我们也有可能找不到阴神家的翘士。对了，跟各位补充说明一点哦，就是龙现在身上啊有全套的钻石工具，以及呢一个钻石胸甲了。没错，就是龙私底下被伺服器其他伙伴们施舍了一番哦，然后就拥有了这些东西了哦。我们到家了 ，OK， 来，我们先进我们家一趟，我们拿点可能地狱石之类的吧。等一下，这是我们家吗？哈，等一下，我们家的地狱门，等，不是，为什么每次玩伺服器每次可以出事？What the hell？三哈哈哈，这是我们家吗？我们家，一定是我们进，一定是我们回来的方式不对，我们再重进一次啊！不是，等一下，来，我们进入我们家喽！来，我们要进入我们家了，我们来看看我们家发生什么变化了吧？看来还是一样糟糕呢。好了，我们不管了，我们等等再处理这件事情，我们私底下再处理这件事情吧。然后就是什么，好黑哦。给你海龟蛋，然后有海龟蛋了。然后总之的话，我们先进来拿点地狱石，拿个两组就走了吧。反正我们是要去阴神家借用翘士的，对，绝对是借用啊。那要去阴神家的话，我们应该要各位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那种台北捷运的路线图哦？对，我们伺服器竟然有一张路线图哦！来，在这里给各位看，没错，就是这么扯，我们居然有类似那种捷运的路线图哦。那上面显示的话，我们应该是要先搭到第二转运站，中转站吧。然后呢，我们要再搭到黑鹰线，我们要搭乘黑鹰线前往阴神家。那到阴神家之后呢，我们拿到翘翅，我们偷到翘翅之后呢，我们要再转乘这个中介那一条铁轨，再进入到中介去哦。各位，我们到了，来，我们下车，然后进入车站。来，银神，你的翘士我来了，来吧，翘士，来，赶快我们拿翘士就溜哦。各位，你们知道吗？其实龙现在录影的时间是早上的7点多，没错。为了偷这个翘士，我们特地在早上7点多来偷哦。各位，我们到银神家啦，嘿嘿，来。阴神，你的翘士，在偷翘士之前，我们先偷点食物吧。没记错哦，这里有食物，我们拿个一组走好了。来吧。阴神，你的翘士在哪里呀？对，有龙蛋呢。来，阴神，你的翘士听说在你家对吧？来，
丁神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各位各位，我们不能这么放肆，我们现在是一个小偷，我们应该要有一种愧疚感。来吧来吧，我们要带一点愧疚感。医神，你的鞘翅，医神，对不起，我不该找你的鞘翅。医神，哦，是鞘翅啊，医神。哦呵，医神，对不起，我不该拿你的鞘翅。那医神，你有没有烟火啊？医神，你有没有烟火之类的？你好穷哦，你怎么没有烟火？哦，有烟火哎，那我们拿个山竹走好了，走吧走吧。医生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不该偷女人鞘翅的。哦，各位，我们回到龙家了，没有错。那为什么回到龙家呢？因为龙盖拿出了我们刚才那张捷运路线图，稍微研究了一下。发现中介好像离我们家还蛮近的哦，那我们就先去啊！还没起飞就差点嗝屁了。荣耀说的是，荣好像中介好像在这个方向哦，就是荣研究了一下，他好像离荣家的村民繁殖机还挺近的哦。那海面上哦。应该是前面那个点了，这边有一个立起来的东西哦。哦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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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就是这个。那接下来的话，我们就直接进入中介吧。哦，各位，各位，我们到了，隔墙有眼。然后这边还有一张床，我们记录一下。来来来来来。就直接进入中介吧 ，Go Go！ 哦，进度达成，结束了？问号。那他这个鞘翅好像有缺了一点点的耐久，那我们看一下，把它修好了。这边下去应该不会死吧？我们先去安德塔，然后把它修一修好了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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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 OK OK， 来来来。这好像是挂机键吧？哦，有有有有有，这挂机键很强哎、欸。OK， 各位，我们把鞘翅给修好了，对，没错，然后还顺道修了点工具哦。接下来的话，我们就直接启程吧，直接进入中介外岛，寻找我们的鞘翅之旅吧 ，Go Go！ 哦，有了，逃向远方。那我们就选择一个方向，然后就直接直飞吧。我们选这里好了，这里看起来比较大岛。然后的话，有找到什么再来跟各位汇报吧。哦哦，各位各位，有船。这个好像让人家给探过了哦，连介夫壳都没有了。那我们就再继续飞吧，各位。我们飞了好一阵子哦，但是我们都没有找。等一下，我们我们没有找到教室，我们被回中介主导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我们打开小地图看一下。龙刚才好像是这样子飞了一圈之后，不知道怎么了，然后就等等等等等的就我们飞回中介主导了。什么鬼啦？哈哈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我们可以飞回去中介主导，然后完全没有发现啊？啊，什么意思？哈哈哈，好，不管。不管各位，刚才那一定是意外，刚才那是意外，我们继续找我们鞘翅吧。哦，各位各位各位，我们找到一座城了，但是这个城，好吧，这个城没有船，那我们，等一下，这个有介夫壳哎，我们或许可以先打他们一下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我们先打点介夫壳好了。哦，完成终末都市。
反正我们有鞘翅嘛，这个第二个鞘翅随便找随便都有嘛。来来来来来，这个跑酷我最会了，这就是我们的跑酷方法，跑酷大我听到啪的声音了，我们是跑酷大师啊，这种小跑酷难不倒我们啊。来来来来来，这边有没有戒符壳？诶，都没有戒符壳啊？啊，还是其实这个城已经被人家探过了、啊？可是我一直听到 Brad 的声音啊。哦，好，这个城被人家探过了，那我们去找下一座吧。哦，各位各位各位，我们发现第二座城了，我们发现第二座，好吧，这座又被探过了，可恶。哦，各位，这片大陆看起来还蛮大片的哦，搞不好会有机会有船哦。那种前人都告诉我们，有这种大片的大陆才会有机会有船。哦，不要乱吓人。那个麦块的音效，各位，你们不觉得有时候麦块那种人的音效很恐怖吗？尤其是一个人在探这种地方的时候，那种音效都害我以为会发生什么事情呢。这边又是更大一片的岛了，看起来有希望哦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把地图刷出来啊！有没有？我感受到了，各位，我们快要找到那艘船了。那艘船，哎，我已经听到它在呼唤我们了。哦。这边又是另外一大片更大片的大陆了，来吧，来吧，出来吧，我的船 ！Oh my god， 各位，你们有没有发现龙现在身上多了一堆的木头呢？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各位，就是，哦，很紧张，各位，刚才龙呢飞到一半，然后因为龙一直抬头往上看，然后就不小心往下摔死了。哦，天哪，各位你们知道龙飞了多远吗？龙从这里这边飞到这边4000多格，龙死在4000多格之外的地方，而且重点是龙那时候根本没有记坐标。哦，天哪，哦，各位找到了。天哪，各位，已经过2个小时了，我们终于找到了。这个是有船的，来来来来来，有鞘翅吗？这个应该有这个有鞘翅。来来来来，各位，来吧。等一下，我们先把装备准备一下。那个这个镐子，然后铲子，然后还有斧头，没错，还有面包。来吧。哎。啊，这个也被探过了，不会吧？各位，不，这个居然也没有鞘翅，太扯啦！哎呦，各位，我们现在有最新情报了。龙在经历了4个小时以及无数次死亡之后呢，我们终于成功的找到了2座中介船哦。是的，那至于为什么龙现在在这个位置呢？是为了要方便跟各位说明情况，以及刚才龙在修鞘翅。是的，来，没有错，中介船近在眼前，而且呢，噔，转过去那边呢还有一座中介船，那在这2座中介船之间呢还有一座折药门哦，各位没有错。那我们现在的话呢，我们也不要再打戒符壳了，因为我们装备好像太烂了。那我们就直接进来啊！过头了。来，降落。不，我听到戒符壳声音了。不。来，来打掉它，砍掉它，砍死它。它没有掉壳，没关系，这是我们今天最主要目的。饺子油了，各位，那开一下宝箱。有修补欸，然后还有绿宝石，就把这些留给有缘人吧，这些龙都不要了，留给有缘人，然后这边就全部带走吧，铁的话就不用了。哦，有了，来，直直的飞过去，
各位有没有看到折药门？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！这个教室是我们的。来来来来来来来啊！等等等等，距离不够。哎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把龙头给拿走啊？来来来来来。哎，哦，没事。我听到声音了，有有教室，有教室，来来来，第二个，这就当我们的备用教室。然后你倒是掉个戒符壳，你倒是掉个戒符壳啊！你也不掉戒符壳，算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宝箱哦，哦，玄塔模板呢，还有钻石，然后哦，这看起来都很棒哎。我们再丢点垃圾，反正这些我们都不用了。然后好，就这样子，来来来来，我们就啊，中介组也拿点走好了。来来，我们这样就可以回家了。那我们今天的目标就达成了，没有错，就是这里。嗯哼，叠上来，然后这样子哦，有了，我们回来了，各位观众，呵呵，天哪，我们明明是拿着撬刺去找撬刺的，竟然要找三四个小时哎。来，龙来给各位看一下龙到底探了多大的范围哦。这里是中介主导嘛，然后噔，这些是龙今天探的范围啊，就是龙一路这样啪啪啪啪啪啪啪这样子随便绕，这样绕来绕去哦，这边还绕了一个环哦，总之就是绕了这么多，至少也有个一两万格了吧。那总之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两个翘翅了，嗯哼，那我们就先回家，再来做今天的结尾吧，我跳。好了，各位观众，那今天这集影片呢到这边就要准备结束啦。那我们今天这集呢就是顺走了别人家的撬刺，然后来找到了两个撬刺，一个我们就当作是备用，然后一个是我们平常的使用方式，平常使用的撬刺。那至于这个偷来借用来的撬刺呢，然后再考虑要不要还回去啊。对，你们可以在下方留下你们的想法，看要不要把撬刺还回去，还是我们可以弄个挑战，然后让他就是让他赢了，我们才能把撬刺还给他之类的。好了，那如果喜欢这集的话，不要忘记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并且要打开小铃铛。哦，对了，龙的 DC 群组呢已经建好了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进入 DC 群组跟龙一起聊天哦。那我是迅猛龙，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吧，各位，拜拜。是不是应该立一个规矩，就是以后来我的岛上面盖这种棒状物的都只能用雨水盖啊？